但开画面不揪欸。没有啊，我就在解任务啊。那你要先说啊。那你也可以解任务啊，奇怪欸。你看啊，你看啊。你们在同个空间可以直接走过去问，不行啊。这样子显得我们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，没有任何的默契啊。欲盖弥彰欸。我们貌合神离的事情终于被大家发现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要来玩这个以闪亮之名。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更新了。没错，又有好东西可以抽了，又有新的时装了。这一次的这个新时装呢，这个主题叫凤华双梦。在这个凤华双梦里面呢，也是一样，只要登入三天就送你免费的15抽。然后呢，除了这15抽之外呢，接下来还会就有钻石啊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奖励。所以大家要记得登入来领这个好礼，看这个入梦锦囊、欸、啊，入梦锦囊，对，在入梦锦囊锦入在入梦锦囊里面呢，在入梦锦囊，不要吵啦，在入梦锦囊里面呢，这边有两个这个八折的包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要抽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先把这两个八折礼包买下来比较划算。好啦，我要先把旁边免费抽掉，先试一下手气。你已经抽了、哦？不是，我就说把旁边免费抽一抽了。你有没有在听人讲话、啊？啪砰砰砰砰砰！哎，今天本来要介绍这个合注功能的，看来也是不用合注了啦。注一下嘛。哎，算了算了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哎、好了。一样的，怎么样呢？欸、我抽到了。哦，我又抽到六星的，我要五星啦。好好讨厌哦，好奢侈的那个哦。不是啊，这游戏我真的随便抽了六星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我抽到新的 SR 了，受伤的鸽子，哇！我看故事之后很喜欢苏里耶，他很帅。会怎么样呢？哎呦，我有可能是五星哦，欸、有六星，来来来来，欸、哦，我抽到我抽到精灵一梦的衣服了，耶！哎、欸，我抽到那个了，我抽到苏黎了。这个代抽工作室哈，现在也开放这个哈，这个以闪亮之名的代抽工作哈。就是你觉得自己的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啦。我随便，我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没有抽到六星啦，我是不知道在干嘛。我七杠九了。这个头发也太好看了吧！我抽满了，我把精灵一梦抽满了。哇！耶！那你输了。我抽满了，那你输了。我们这次比赛的规则是先抽到的就输。没有，我们这一次规则是最晚抽到那个人要洗碗。耶、yeah, ，我发红包了，各位赶快去领。来来来，我们应该要稍微祈祷一下。要做法是不是？我先做个法。啊！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我真的很想要这个古装，求求你啊，古这个宇宙天地啊，我要来了。Go Go， 好，完了，没有三二一。对，你刚拖慢我的节奏了，来这样。哇！哎，但有抽到袜子，我的是鞋子。我好像也可以在最后十抽给你做法一下。好，来。今夜梦见。Go Go， 又六星。哦，注意三杠八，景元梦蝶。我抽到那个手持物，抽到手持物算赚了吧？哎、欸、这是什么？我抽到了一个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做的这就是。我抽到的是他的头饰。Oh my god！ 我怎样？我抽到 SSR 的羁绊。诺言。什么？太神啦！我应该也要有的啊！哇，天作之合哎、欸，直接被我这个歪到哎、欸！我们来把它，我们把 SR 的那一张苏黎弄上去，进化上去，让卡面换过来。我们来进化。苏黎，你一定要牢牢的抓紧我！哇哦，他怎么变成这样？哇哦！你一定要牢牢的抓紧我。为什么你讲起来就是特别欠打？干，我是学他的哎、
为什么特别欠打？有啊，你讲起来有一种特别欠打的感觉。我们这一次家园呢，在这一次更新里面出了一些新的，比方说有一些双人动作，可以壁咚或是举高高。快点，我要夹娃娃。好，比你想象中的大台很多哦。要钱的话，我真的要钱啊，要投币啊。要投多少钱？两块。投啊，就投啊！我想抓大河的。来了，我要找台了。抓这次看看。哎，抓到后面啊，没中。我可以看正面、侧面呢，你有看到吗？哎，我想要这个柴犬，好可爱哦！这样可以吧？啊，抓了，抓了！柴犬来啊！我根本没跑到它。钱，来这一盒，拜托。夹这个。我夹到了！我真的夹到了！我夹到了！有吗？有吗？拜托，柴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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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夹到，我夹到！我夹到，生肖狗狗，耶！我夹到了，我还可以再夹三次，耶！狗老板来喽，耶！耶！我夹到的，你看我，你看我游泳，我好会游泳哦！你看我游好快哦！你们游泳可以像我这样子吗？你看，这叫什么？360度大回旋自由式！哇哇，你这个泳池太小了，你要买大一点的。我家就没那么大呗，还可以买泳圈呢。对啊，可以啊，这个泳圈要用那个山神的币来买。海洋之歌新增的许愿功能，我许愿了，我想要暴富，默默的许下心愿，希望可以实现。哦，我也是大户人家，只为你偷偷下一个金币鱼。你看在那个下面那个动作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你选这个，它有单人动作、双人动作嘛？现在可以选这个。想可以壁咚，我们是不是要先选一面墙壁？这样子好奇怪哦。看来我们要选一面墙壁。壁咚。哦，有了。哎呦，这个小姐姐啊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出去玩呢？哎呦，可是你在打我脸。不是打你脸，我是叫你，嘘，闭嘴。好，切另一个角度看看。哇，我看起来很娇羞。没有，你根本就在戳我鼻子啊！你看，真的叫我味道。我这个动作很像是那个在测试你还有没有呼吸。跟矮的有不一样的动作真的你是？我现在是有点像是在勒索十块钱。你很像在跟他说那个今天的保护费应该交了吧？十块应该差不多该给了吧？那个不好意思，今天的保护费差不多该。好啦，我们来看这个拍照功能好不好？现在拍照功能也新增了这个绿幕功能，目前是部分的场景可以开绿幕，你就可以有很多这个，就是有绿幕的话比较方便你未来你要裁切，让你可以创作更多东西。然后还有这一次的更新呢，就是全新的主线之旅第15章节，11月24号就会开启探索咯。各位最后我们再拼一抽，敢不敢？就拼一抽而已。一抽吗？只一抽。来啊，来啦，拜托啦，拜托嘛，来啦。蓝色的我又抽到警员梦蝶。那就先这样咯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。各位，拜拜。拜拜。